下的瓶子底下只管做，那个速度只能调速度，不调那个拉拉中间那个大的其他的速度。啊，你喜欢瓶子，你就调那个高度啊。不是高度都没所谓，主要是宽宽啥的。还有它那个瓶，它那个反正这个东西要对着那个瓶，你那个盖打下去，它是这个意思。原来我们高考的时候，那自动供挂机厂里都不想要了，啊，对对，就他说，哎，太麻烦这样了，这是我，所以我在看，最先那个电，我在接电的时候，我就跟他继续说，我说我们读书的时候读过这样一句话，我说大用电器不可以串联在一起，要你尤其跟那个什么的，那个不是空调，空调因为它。他把智能知道这个程度以后，他会休息，是啊，对对对 对休息，他一休息，他的电压就不用很多了，啊，你就正常了，你的记忆在，他一智能的时候，那电压很大，他要记很多电的，对对，所以他在电压不稳定的情况下，他肯定你要大用那些，他老是拉你的电，你这个机器都没那个空调的厉害，所以老是不稳定。第二，我就建议，我说你接根专线。接到这里来，如果再不行，那你就退给你团了。接一根，马上再接。这个搞那个接地线呢？是啊，直接从那个马从那个开关上面接根装线嘛。啊，专线专门用一根线，从变压器那边接过来的。接根装线放到这里，不是从那开关里接过来就可以了。啊，你直接跟那个空调啊串联在一起，它肯定那用电越多。合理的电，哦，对对，是一样的。这是我们麦学院，谢谢哲。